天都会有上万吨的荔枝通过高速公路销往岭南以北的全国各地。有学者推测，早在唐代，冒名高州的荔枝就曾通过官方驿站被传送到千里之外的长安宫廷，而享用它的人正是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高州荔枝能获得贵妃青睐，应该离不开一个人的倾力推荐，他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近臣高力士。他的故乡正是今天的茂名高州。作为唐代最有名的宦官，高力士为人所熟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却是岭南传奇女性冼夫人的第六代嫡孙。高力士本不姓高，他原本有一个带着显赫家族烙印的名字，冯元一。而这段与荔枝相关的故事，它的开端同样要溯及冼夫人及其身后的岭南望族冯冼家族。公元602年，冼夫人在岭南逝世。不久，岭南再次爆发反隋叛乱。在都城长安，左仆射杨素在隋文帝的授意下接待了一名五品官员，他就是冼夫人的孙子冯盎。千里奔驰到长安的冯盎正是为岭南平叛一事前来向文帝请战。这次会面，冯盎的军事才能给杨素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他特意向隋文帝提到，不料蛮夷之中竟还有这样的人物。余州，全是如日中天。隋唐之际又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呢，当时这个冯盎身份很高，因为他在隋朝的时候是这个也是将军嘛，而且陪着隋炀帝打过高句丽的，在当地呢，这个纠集的人众也很多，5万余众。在冼夫人逝世后，
冯显家族在领地和财富上都累积了足以傲视王侯的政治资本。茂名是滨海新区的薄荷镇，渔民阮维玉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阮维玉驾驶小船并不是出海打鱼，而是去装载头一天的渔货。此时他的两个儿子刚刚从外海归来，在离岸约一海里的大船上等他将渔货运回岸上。今天打不到什么鱼啊，这里是100斤左右，最多的时候打到200-300斤的，300-400斤的鱼来。这一天的主要渔获是这种味道鲜美的小鱿鱼，它尤其受当地高档餐馆的欢迎。靠岸的价格，每500克能卖到30元以上。薄荷渔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薄字的发音源于古代鲤人语言，意为海河的端口。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薄荷这样的港口里，用来交易的并不仅仅是大海的渔货。来自南洋岛屿的奇珍异物，如象牙、犀角、翡翠、明珠，甚至奴隶牲口，都曾经在这里被大声叫卖。实在，从南北朝到隋唐，南海贸易中始终都有岭南大族的身影，冯显家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往来频繁的海上贸易给岭南社会带来了繁荣，也为冯显家族积累了数量可观的财富。显夫人当初进贡给陈后主，在陈亡之时又被后主当作信物返还的扶南锡杖，出产自当时的扶南古国，它见证了盛极一时的南海贸易。扶南就是现在柬埔寨、老挝、越南乃至于泰国的一个一部分地方，当时都叫扶南，所以至少在经济上这些地方的往来是极其密切的。就是在中央的力量还不能够达到这些周边地区的时候，显冯家族的力量已经达到这个地区了，所以想来他们在这边控制了很多贸易机会，比方说我们刚才谈到的奴隶贸易，比方说香料贸易、宝石贸易，甚至金银这样的这个重金属、贵金属贸易，可能在他们家族都有一种垄断性的经营。公元621年，新生的唐王朝立国未稳，无暇顾及岭南。彼时的长安，李渊父子正向东突厥忍辱称臣，以换取北方相对稳定。时局让冯显家族再次处在抉择的关口。这一年，门下有人游说冯盎，应趁此机会称南越王。然而冯盎说，子女玉帛，金银财宝，人生富贵像我这样的已不多见，我一心只为不辜负先祖的功业，怎能擅自称王呢？他果断拒绝了南越王的称号。公元622年，冯盎率南越之众归附唐朝中央政权，高祖李渊封冯盎为上柱国、高州总管、越国公。然而对冯显家族，李唐王朝已不复隋代君主的信任。实在唐太宗对冯盎戒心日重，一度准备征讨岭南。
唐太宗的时候，其实就曾经怀疑过，冯嘉到底是不是真的忠诚于他，就曾经想过，如果不忠诚的话就打。当然呢，后来被魏征给把这个事情给平复掉了。魏征说呀，这个冯嘉哈，或者说冯显家族吧，如果想要作乱的话，早就作乱了。在什么时候作乱呢？在隋唐交替之际就作乱了，不必等到你唐朝已经到太宗到稳定下来的时候他再作乱。《旧唐书》记载，冯盎为了表明心迹，曾派遣长子冯志代入朝随侍太宗。冯盎也曾亲自到长安觐见太宗。公元634年，太上皇李渊在长安的未央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乐。宴会上给高祖助兴起舞的是东突厥的协力可汗。唐军在几年前大破东突厥，将他生擒并带回了长安。而在御前赋诗助兴的正是来自岭南的冯盎长子冯志代。交游于皇室高官之中，蛮游子弟冯志代已深受中原文化熏陶，此情此景让李渊大叹：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上个世纪80年代，茂名市电白区霞洞镇出土了一座墓葬，它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窥见这个岭南豪门与中央王权之间的暗流涌动。经过考证，墓主人曾嫁于岭南冯家，是冼夫人的第五代孙媳，有着非同寻常的家世。出土的墓志铭这样写道：顺正郡君许夫人者，中书令之子。在唐朝，姓许的中书令仅有一位，他就是高宗朝著名的宰相许敬宗。冼夫人的这位孙媳正是许敬宗的女儿。然而门庭显赫的宰相之家，为何让女儿远离长安繁华，远嫁千里之外的岭南呢？岭南丘陵连绵起伏，亚热带岩石和土壤构成的山地之间蕴藏着可观的金属财富。在南北朝时期，岭南的金银财富就进入了中央政权的开发视野。实际上，岭南这个地方为什么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是从梁陈时代就开始的。因为梁陈时代呢，它这个疆域比较小，所以在各地捞金这种欲望要更强一些。那时候岭南是物产非常丰富的呀，岭南金银还有那些重要的香料和宝石都盛产。所以到梁陈的时候，为什么冼夫人和中央的沟通加强了？一方面是冼夫人自身的努力，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中央他主动要开发这个地方的欲望在里头了。到唐朝，更有近1/5的岭南州府向中央政府供赋金银。史学家认为，这也是唐朝中央向南方丘陵积极开拓的重要原因之一。冯显家族作为岭南望族，同样分享了那个金色年代的荣耀。唐太宗贞观年间，以豪侠闻名的冯盎族人冯子由曾自载一船黄金从岭南出发畅游长安。
这是冯显家族巨额财富文献于长安的确切记录。对于许敬宗嫁女，《新唐书》这样描述：许敬宗生性贪婪，嫁女与蛮酋冯盎之子，是为了多纳金宝。因为此事，许敬宗遭人弹劾，被贬为郑州刺史。那这件事其实反映整个朝廷的立场，对不对？就是朝廷并不认可自己的大臣和岭南豪酋联姻，这样一个态度就已经表明了。公元646年，冯盎在岭南去世，他继承了祖母冼夫人遗训，以国家和民族为大义，始终维护国家的统一。然而随着他的故去，如日中天的冯显家族也开始悄然从顶点滑落。3年之后，唐朝中央把冯显家族的根基所在地高州细分为高州、恩州、潘州三个小州。三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就像汉朝的推恩令一样啊，你每一个孩子得到的领地就会更小，你整体的力量也会收缩，然后中央在这儿的能量就会加大。此时冯显家族中一些成员的行为也招致了唐朝廷更大的猜忌。实在对曾经在长安炫富的冯子由，高宗曾特意派御史前往岭南查探。面对御史，冯子由非但态度轻慢，还私自将其软禁，并向朝廷反奏来使的罪状。高宗派遣的第二名御史，为了解决这次事件，对冯子由也不得不卑辞以礼。冯子由大喜之下，拿出黄金200两、银500两，并强令御史收下，如其不然，也不得脱身。这个时候，冯家在地方非常非常强势了，甚至开始抗命中央了。那冯家当初能够和中央保持一致，这么多年、这么多代、这么多朝都可以跟中央有良好关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忠顺二字，对不对？像冼夫人所说的，我这个唯持一好心，我就秉承忠顺之心来对待朝廷。可是这个时候呢，他的地方势力过于强大，忠顺之心看来要打折扣了。今天随乔国夫人显示墓，依然还有诸多未能解开的谜团。其中最让人疑惑的就是这座断头的驼碑壁隙。根据痕迹判断，这应该是多年前的人为破坏。那个壁隙的本身，它那个颈部以上，包括那个壁隙的头，都是被砍断了。这个里边呢，应该还是那个人工的所为。如果这确系人为破坏，那么对名动岭南的冼夫人，有谁能做出如此大不敬之举呢？根据史料，有学者推测，这种行为可能出自女皇武则天的授意。公元693年，武则天长寿2年，冯盎的孙子岭南潘州刺史冯君衡被人诬告勾结刘仁造反，获罪于朝廷。朝廷派来的军队将之列官回免，即没其家。
冯君衡年仅十岁的儿子冯元一，在这次劫难中也被官府卖到民间，沦落为奴。在正史记载中，这是冯显家族不容于中央王权，在岭南彻底没落的标志性事件。有学者推测，这次事件影响之大，就连身故已近百年的显夫人也受到牵连。乔国夫人的墓园被下令摧毁，托付悲鸣的赑屃头部也被人为斩断。这一切都是对岭南冯显家族的惩戒。1545年后，冯元一告别了岭南故土，在长安，他以高力士的名字开始了宦海沉浮的传奇一生。没有人知道，他对这个让家族蒙难、彻底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件，有着怎样的感怀。实在，高力士在权力到达巅峰之际，曾提请唐玄宗以广州大都督一职，追赠他多年前惨遭横祸的父亲。一个稳定而强大的中央，一定是想要直辖全国各地的，所以这样带有一种半自治性质的家族会在这个时期遭受到比较沉重的打击，这是一定的。高力士在唐玄宗的时候是势力最大的宦官，但是呢，这个跟显冯家族已经没有关系了。确切地说，正是因为跟显冯家族已经没有关系了，高力士才能得到中央那么高的位置。公元7世纪末，由显夫人开创的冯显望族，在岭南经营近2个世纪后，豪门的光芒最终暗淡。正是在这个行将没落的岭南豪门的推动下，南越各民族空前融合，五岭内外的联系日益紧密，岭南在隋唐之际也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而在一海之隔的海南岛，远离中央王权的冯显家族后代将重新在那里开枝散叶，书写新的传奇。在海南全岛，显夫人集中了人们对祖先英雄和神明的所有想象，她的影响是如何到达了琼州海峡对岸，对她的崇拜和纪念为何穿越千年仍长盛不衰？请收看《显夫人》第6集《岭海之难》。